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来到嘉义，营造大团结气势。摊开美丽岛电子报，最新撒卡都的民调，侯友宜比上期支持度掉了0.8个百分点，持续稳坐老二。加入郭台铭的四角都侯科差距拉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民调垫底的郭台铭支持度下跌掉了1.3个百分点。 从桃园挺侯同乡会，直接回到嘉义故乡，感受乡亲的温暖。侯友宜要拼逆势反攻。金星文抓林谢嘉玲采访报道。